破年奴。西班牙嚟到呢一项赛事嘅重要关头啦，而家剩低八队啦，往后每一场波都越嚟越重要，压力亦都越嚟越大。当然，每一支想争冠军嘅球队啊，都要面对同样嘅压力啦。球场嘅气氛咧就好热闹噶啦，球迷嘅情绪都兴奋高涨，多少都反映出呢一场赛事嘅重要性啊！一个咁壮观嘅球场真系好适合呢一场咁重要嘅比赛啊！球证明踢开波啦！破连奴对圣伊天解围做得唔错。我想他拖得太慢了，搞到对手都压晒埋嚟。如果他早返少少俾队友呢，就有机会。起到脚啦，两队要争呢球波啦。呢球波扑得好。费特逼到龙门，真系要使出真功夫啊！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一脚踢走呢个波，试试朗拿迪诺、贝拿迪斯治，得唔得先？入咗啦！呢球波又是教材嚟嘅，控得靓，射得妙。领先1-0啊！想入波，揾佢咪得咯。个波传向左翼，呢球波过唔到啦！一个长传啊，上前场。个波传向左翼。高空传球，呢球差些少就得噶啦。我觉得本身嘅构思咧系唔错。哇，呢啲就叫 power 啦！朗拿甸奴、贝拿迪斯治、李华道射啦，嚟啦，又整多粒入波啊！浪接浪啊！拖連奴唔放過咧，對手比失咗個波，一攞咗個波就即刻可以反擊啦。拖連奴又穩陣咗多少啦？領先2-0啊！嗱，到目前為止都相當好。朗拿度。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，睇落咁容易嘅，对方连灯尾都望唔到啊！嗱，佢哋喺中场失咗个波之后咧，好似突然之间唔知点做，冇晒反应嘅，咁啊眼白白睇住个波入网啦。拖连奴遥遥领先3球，球证结束上半场啦。上半场45分钟已经好多精华片段出现了，不过啲精华片段集中喺一队度啫。啊，虽然话仲有半场未踢啫，但系睇落呢队波咧实力真系高咗嘅，恐怕都就快唔使踢啦。拖连奴头45分钟嘅表现都冇得弹噶啦，而家竟然领先3球啦。嚟到下半场啦，拖连奴喺半场换人，因为咩呢？
个波而家喺朗拿天奴度，朗拿天奴射佢，哇，差啲第四球啦！咁远射埋去，龙门惊都未惊过啦。个波而家喺朗拿天奴度，睇你呢下啦，入波啦！都分晒胜负噶啦，问题系赢几多球嘅啫。值得欣賞的就是他們不單止是搶個球那麼簡單，還要是拿到個球之後點做那一下好東西，他們換了個飛毛腿，看來可以有些貢獻。拖連奴真的一點都沒有留守，直接長傳，費特傳去側翼，球球比得好少少的話結果會很不同。對手後防看得很清楚了，看來比波要比得準一點才行。埋門那一下啦，李華道射啊，入得好靚啊，完全不肯收手的。喂，有時做人的事比個位置別人落台就可以，贏這麼多停吧好不好？邊度估到佢哋會領先咁多噶？不過佢哋真係冇得彈啊，射親都入。第三粒啦，佢今日嘅表現一流啊！哇，佢今日喺龍門口嘅表現咧，真係冇得頂啊！完全搶曬鏡。郑伊天换多个波，你的换人很明显就是想加强功力，好像大人虾细路一样。伊杜奥越位啊，他虽然越了位，不过他下下这样杀入禁区很有威胁的，这次不行，下次应该有机会。个波向前传，费特界外球，因为他的下身力量够，所以脚步企得稳，有机会，是时候要禁制换人的了、而且两边一起换波。我这里换人很对、因为我看他都没什么体力的了，这个时候如果继续踢斩搞的啫。向前传出，传波的机会把握不到，现在可以反击了。浪高的波，身形占优，跳起一顶，差些少。马斯莫域攞翻个波，比赛结束，拖连奴第一场就凭住主场之利领先，而家咧有优势啊！Kimman 平一平头先场波咧，嗱呢场波咧，佢哋